你相不相信有人真的住在电影里面？想想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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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主。 你到底要干嘛啦？你辛苦了。真搞不懂，他到底是谁的儿子？奶奶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好像都习惯在心中藏着一个秘密？ 你习惯什么都不说，默默承受，让我可以任性的像个长不大的小孩。要不要坐飞机啊？嗯。实在想说，好没事，拜我都挺小心的。 然后回来喽。